法法皆理想，则法法不离般若，法法即是般若。为什么释迦牟尼佛到舍卫大城去托钵啊，着衣持钵，须菩提尊者赞叹他稀有世尊，他为什么赞叹他？就是因为穿衣是般若，托钵也是般若啊。释迦牟尼佛从祇树借孤独园往舍卫大城去，这个经上记载着说，这个祇树借孤独园到这个大城呢，好像是三里路啊，有这么远的距离，三里路啊。释迦牟尼佛一步一步走到那，步步都是般若波罗蜜。哎呀，须菩提尊者看到这个真稀有啊！那这个才真正叫不可思议啊，就说明了整个的生活就是般若波罗蜜啊。我们看我们凡夫整个的生活是妄想分别执着烦恼造业，我们干的是这个。佛菩萨所干点点滴滴都是圆满的般若波罗蜜。我们学佛学什么？学这个。不在这上面用功夫，不在这上学习，你不是学佛。学佛不是叫人到这来学念经的，不是啊。你要会念呢，每一个字都不着相，这经文打开呀，字字都是般若波罗蜜。为什么呢？前面讲呢，不着文字相，不著言说相啊，这不著言说相啊，你每天跟人说话，说的再多，全是般若波罗蜜。你如果着相呢，都是些是非口舌，都在那里造口业。一不着相的时候，全部都变成般若波罗蜜。要在这个地方学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